诉您，这是我的小宝宝，我会用我的方式抚养我的小宝宝。这不是喂宝宝的正确做法啦！我已经说过了，这才是我宝宝最喜欢吃的东西。哦，我的小宝宝跑去哪里了？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小宝宝他才不会离开好妈妈的身边呢。说过了，给宝宝吃东西才是最重要的。啊哈！看到没？我的宝宝已经开始会读一点书了。OK 啦，你已经看够多书了。我来喂你吃点东西，然后上床睡觉，然后我们再喂宝宝吃东西。怎么啦？妈妈这么的努力煮东西给你吃，你却不想吃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哇哦，好啊，我们来当剑客吧。我们现在就来当剑客吧。看看我们有什么好争的，熊熊在等，
我们却在这里吵名字的事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明明自称为剑客，但礼物在哪里？我们的朋友又到哪了？可能早就准备去决斗了，我们快点出发去帮助他。嘿，两位先生，你们有见到一位剑客吗？真的吗？后来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启发了一位真英雄，但是你居然还说我什么都不会。嘿，先生，乖乖把你的爪子从剑客身上拿开。你要剑客有个秘密。嗨，小熊。
了，请你快点来接我们。我大爷，不要搭火车了，不搭！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啊！马生，你自己解释，从头开始讲。那我可以试试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是怎么样？我来说吧。其实呢，是这样的，一开始明明都很棒，我不敢相信有这么棒。我们长大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，玛莎莫名其妙的叫，我真是个成熟的大人。我比同年龄的人更聪明。哦，哈，哦，哦，嘿，这就是大人该做的事。我超成熟。嘿，哦，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，我好开心哦。我们只好带他回来。不，我不想再帮他收拾烂摊子了。谢谢你，熊熊。阿啾！是谁偷完了我心爱的洋娃娃？嗯？是谁敢用我最喜欢的杯子？到底是哪个脏鬼把我的房间变成猪窝的？我现在在问你们啊，到底是哪个讨厌的脏鬼弄的？管他的，我很开心能够回到家。看到你们欢迎我回家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
嗨，有没有人需要帮忙？不管要或不要，我都会帮忙。我可以自己带茶，不用你们的帮忙。男孩们，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？兔兔，你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我救了大家吗？我救了大家吗？我救了大家吗？时候，等着吧，我就会出现。Thank you.
等等，我还没有看完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来调查些什么呢？熊熊，熊熊，案情好像真的很复杂哦，放在哪里呢？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开始调查吧。不过，首先，好了，我亲爱的华生，所有东西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。华生，你看。这就是有问题的地方。还有这个叫什么？好了，反正这些都是证据。我就说事情很简单，不准动，请慢慢的走过来，兔兔先生。我们一个踩着一个叠上去，啊，这一点都不简单。准到，八道居家。看吧，我亲爱的华生，事情就是这样。
惜，真可惜。哦，我来救你吧。哦耶，我要去马戏团表演了。哦耶，第一次演出，我会写信给你，你也要回信哦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虫虫啊！它们在动哎！熊熊，我有钓到鱼吗？你有钓到鱼吗？什么时候钓到鱼？这里能钓鱼吗？为什么钓不到鱼？哪里能钓到鱼？哪里可以钓到鱼？可以钓哪种鱼？要怎么钓鱼？这样是钓到鱼吗？传唱，在那夏天早晨的河上，太阳的笑容照耀你手掌，当手里的金鱼发出光，像是在做梦，但却不是梦。三个愿望，千万别做。是在做梦，但却不是梦。三个愿望，千万别错过。请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一起让快乐奇迹伴散落。我是第一个上月球的小孩。不不，我才是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是第一个。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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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。桥上吗？我们也要去。熊熊，我们想当第一个上月球的小孩。如果你带我们去，我们发誓绝对不会吵架。上月球，我们要登上月球。时间在开始倒数，时间在开始倒数。火箭要准备发射，火箭要准备发射。出发去兜风，出发去兜风。全世界的小孩，全世界的小孩，不管来自哪里，不管来自哪里，都梦想登上太空，都梦想登上太空，漫步在大宇宙。
们是第一个太空人小孩。Mm-hmm.
好的，我有收到这个礼物，这个礼物也有收到了，这个也有。嗯哼，嗯哼，嗯哼，看起来就是这些了。哼，那是什么？清单上没有写耶。他记得我耶，他没有忘记。哦，嘿，看看这个，这超了不起的。你们看，这超棒的吧？看看它能做什么呢？它可以做这个动作。大家好，我是马沙子，非常高兴见到各位。而且它还可以这样做哦。跳舞时间到了。介绍给熊熊认识了。熊熊，你看，他是不是非常棒呀？这里怎么会有一滩水啊？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机器人，它可以帮忙，还可以让你不无聊哦。
刻终于打算完了，玛莎子，飞进来吧。我是玛莎子，真的非常高兴认识你哟。罗安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罗伯，我是罗伯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很高兴认识你，罗伯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很高兴认识你，罗伯，很高兴认识你，罗伯。好了吗？终于见面了。那么，耽误时间。我就说嘛，弄一只机器人来玩，你就永远不会觉得无聊
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